不可能在旁边迷路超久的。而且你知道吗？我一般玩那种国外场啊，正常的场，根本不会有那人那么多装备，好不好？因为这边一堆铁装，一堆钻装的，也太难打了。没关居系，然走回吸血鬼们来！哦，好幸不用福担哦！心。我告诉大家，告诉观众，这游戏要怎么当吸血鬼。一开始就是抓那些没有装备的，当现在都有装备的时候怎么办？冷静，慢慢的沉稳。等到第十一关开始，就是我们的天下了。对，现在就，有附魔装备给我哎，现在就不用太担心。我刚好看到一个没装备的，给我200。哎，surprise！空降吸血鬼，在那边不穿装备，马上偷打。那他们给我超猛装备，结果打字的时候死掉了。哦，他把他装备给你是不是？他没有没有，他们就多丢了一套装备给我，还给我钻剑哎。可恶，他买给你。好猛哦！那人好好哦。那你是想说这个菜皮芭蕉不要再迷路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些通通该死。嗯，我们慢慢等。慢慢来，慢慢来。哎、欸，是。错很厉害。现在不要不作死就不会傻，不要下去乱打。嗯，不要下去乱打。现在哇，这里面真的好多人哦。啊，好多。哎呦哎，刚刚有人在那边卖弄哎、欸，这边换装备是不是？哦，哎哎哎哎，终于里面开始生僵尸了。哎哎哎哎哎哎，痛痛痛，痛痛痛！不行，现在才第六关，生出来的僵尸马上就被解决了。这好多人哦。太多人了，你们那么团结干嘛、啊？还好我会走回来。你们那么团结干嘛、啊？你们不要那么团结好不好？不行啊，这关算难的啦。通常在玩国外都不会这么团结的。为什么出来了？我要对啊，这里面会生僵尸，然后门外面也会来。没关系，真的，这时候真的要沉住气，大家沉住气就好了，不要着急。后面十一关开始，真的就是一个噩梦级的关卡。好痛！这边都有没有看到一堆僵尸进来了？小试身手，还是小试身手时间？你看，现在就已经有些人在那边氪金苹果了。等一下第十一关开始之后，他们一定撑不住。大家也很努力在打，然后第九关了，第九关了。为什么说到第十一关呢？因为到了第十一关的时候，我们会直接有力量的效果。吸血鬼都会有力量的效果，而且僵尸也都会变得特别强，所以那时候特别狂。好，来哦，来哦，哎，第十关，第十关。天哪，你们里面有三个钻石装的。对啊，不好打，真的不好打，太凶残了。来咯，打雷咯，打打打打，哦，痛痛痛痛痛，真痛真痛。外面的僵尸有没有在做事啊？冲过来啊！哦，好痛好痛！僵尸嘞，怎么都没有僵尸？僵尸都打差不多了吧？会一直升啊，僵尸太少了吧？有出来出来了！做事啊，僵尸！外面都没人吗？都在里面了。打，用力打！大伙加油！哇，好痛哦，真的好痛！你们真的超猛队友，太团结了，受不了啊！
不要那么团结好不好？总是要团结一局吧。啊，不要进！我进不去。人类是不应该这么团结的。哦，现在怎样？我们看不到自己队友是不是？好难打，好难打。僵尸嘞？为什么僵尸这么傻？有问题？有问题啊！我好难过。好神呐！这跟我认知的不同啊。游戏不一样。对啊。为什么？僵尸嘞？是不是外面也有其他人，所以僵尸的生成被吸走了？不知道。那有时候外面有人在其他地方的话，应该没有啊。应该没有吧？应该差不多在这边。对啊，我看也是都在里面了。僵尸多一点好不好？给力一点啊！吸血鬼都要气炸啦！僵尸怎么都卡在这里？我都消耗了，让你们去找怪了，怎么不找？不会找，不会找 ，Please wait。僵尸有够笨，气死了！哎呦哇，很多僵尸来了，很多僵尸来了！哎呦呦，哎，地上有铁桩掉下来了，有人死掉了！哎呦哎呦哎呦，我是不是说了？哎呦哎呦！我是不是说了到后面会很刺激？ No. 很刺激！哎呀，我也不用打了，啊，刺激的不得了！呜呼呜呼呜呼！太难过了！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！哦，就差一点点。嗯，差很多，差很多。没有命就差一点点。来，我们去玩别的了，玩别的。没事。对嘛，这才是我认识的那关，那关很难打的。你看，那么团结，我真的觉得你们刚刚真的是非常团结了。超团结。然后还赢不了，对啊。哎，没办法。来，我们来 TNT tag 一下。你会玩这个吗？啊，不会，就是传炸弹游戏。传炸弹？对，拿炸弹的人我们称之为 int， 就他手上会有 TNT， 他头会变成 TNT。嗯，啊，你要打别人才会把炸弹传给他。要用打的，对不对？对，要用打的，所以反过来你要小心别人。小心别人。看到那种头上有炸弹的，赶快跑。好。好。没问题，努力跑。啊。噔噔噔噔噔！哇，欸，我告诉你，我什么都没有动，就被打下去，你知道吗？打到最远的地方，他们全部来揍，乱揍一堆。我掉下来了，啊！这！哎，我看小乙什么时候变 int？ 你怎么没有变 int？ 还没，我还活着。好好好，我还活着。没有人知道我断了。嘘，马吉马吉，马吉，马吉马吉。马吉，可以可以可以，你不要离开我，马吉，马吉。干嘛打我？为什么要打我？你头上没有天，你为什么要打我？哦。为什么有些人怪怪的，啊，头上没有天天要打？感谢雪人啊，十二个月了。小鱼要死掉了没？啊！哦吼，没事没事没事，呼呼，下来了。小鱼快死！你为什么不死？不要，可以啦，其实死一下他不会怎样，才不，他第二，他的第二条命就是可以俯视全场，最好的这种事情啊，对，然后还可以传送到任何人的旁边，非常厉害啊。我白痴白痴，英特英特白痴哦，超多人，不要传给我，哎，大家全部都一哄而散啊，你传币啊，就是你会，哎，欸，喂，哎呦，白痴，哎，欸，int 也太多了吧，超多。
哦，没有人追我，没有人追我，可以，躲掉，躲掉。哎，白子哦，这里转角遇到硬的，你走，你不要过来，你不要转给我。哎呀，这个一个六搭，一个六搭，啊啊啊！还好刚刚有跟他转圈圈，你还活着吗？ 我还活着，哇塞，比你也可以活着，真的，我刚还有一个一直传给我，我又传回去给他，然后之后他就炸掉了。啥了？哇，我好紧张。干嘛？你不要跟我躲在这里啊！你不要，不要，不要给我，不要，哦，这拐杖很啊。小雨，该死了！我不要，死一下啦，死一下啦。不要。哎哎哎，哎呦！ 我刚那个卡住一下，没事没事没事，躲好躲好躲好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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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只要好好的躲在这里，等下就可以笑笑小雨了。我什么时候到两颗？哦，小雨蹦嘎！为什么？我超讨厌的。 难过，看巧克力。我是糖果。躲。我是糖果。我在舔这个糖果啊。那舔超大拐杖。嗯。你怎么可以说出来？对啊，怎样？大家都知道我躲在拐杖的附近了。不行，我一定要坚持努力继续舔它。好啊。嗯。就继续舔啊。圣诞节不舔个糖果怎么行？对不对？ 有办法就舔到结束啊！可以啊，我一直在舔它啊。耶！躲在拐杖堂后面最安全了，你们都不懂。不，什么两颗？太过分了。对啊，有时候会卡卡的，没办法，退去怪怪。哀伤。哎呦，哎，好 lucky 哦！每一轮他会随机就是抽人当硬的，不然没抽到我。轮都没被抽。呀呀呀呀呀！ 然后躲在安全的拐杖堂后面，杀气拐杖堂，丢是一个，我没有办法啊，server就是怪怪的，那是没有办法的事情。对啊，他说不定等一下就会好了。哦，有一个人过来，别吓我，哇，他传走了。这个眼泪道具什么？哦，速度，speed， 哎呦，又一轮结束喽。 快结束喽！要抓一下其他人的位置。哎，果然我就知道，是我，就是你。这个洛迪啊，洛迪的拿下他可以跑多快？他怎么可以多快？我打了好几下，哎呦呦，哇塞，我把他打飞出去！哇！哦，在后面。不要，哎，不要，白痴！就换你啦，九秒，他怎么不见了？ 他不见了，他怎么跑上去的？他用跳的跳上去的。哎，好强哦！怎么跳的？他从那个边边，然后跑酷跳上去。喂，边边，那个就是侧边啊。嗨，哦哦，我看到一个黄色哦，这里哦。对啊。然后这样跳，哎，也太。 太会玩这关了吧？敲回跳了！哇塞！这人家超不慌不忙啊，你被打到之后然后就想跳跳跳。对啊，他打完我然后马上跳走，太溜了。太溜啦！Next one！啊，没出来。在，嗯，可以啊，不甘心前面超溜的哎，哎呦，难过，好像是一样的关卡。 一样吗？嗯，这关卡有点讨厌啊。哎呦！马上搭头上没有炸弹，要一直打是怎样？给你，给你，呵呵呵。哎，紧张的时候超难跑的。他如何在？哇！他如何？哎，白痴哦，打我干嘛啦？
一人跳一个会怎样哦？干嘛啦？哦，这么简单？我以为要跳骨头就可以了。哦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小心小心后面，谢谢谢谢。哦，原来不用跳骨头，跳旁边就可以了。难怪他刚刚可以跳那么快，不慌不忙。啊，下面的一直打不到我们就炸掉了，悲伤。哎呦，我已经这个习得秘技，对，我现在天不怕地不怕了，在这里嚣嚣张张，好爽哦！在这里，哎，白痴，白痴，打我干嘛啦？爱打架哎！下面这里有办法跳吗？这里好像就不行了。会跳上来了，呵，真好。其实。下面有类似的地方，不过好像就没办法。会，会，哎、欸，没事没事啊，妥妥的，妥妥的，妥妥的，在这里安安稳稳。我们就是他，是不是？爱打架，小朋友。